看看新闻网。一个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的人。不朽之名曲，感谢百年欧洲传奇经典不朽品牌上海大众斯柯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。接下来我们还有三个选择，该我们了。光良那个表情，你们帮我判断一下，他是累了想睡了，还是紧张的想哭了？我还就抽光良了，我感觉哈。我现在怎么会成为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？你们真的相信我抽到光良了吗？我抽到的真是光良。咱俩喝吧。Relax， 放松。不舒服。请给我力量。我们期待你有超越，好吧？加油！在我的歌声里，来一次致青春的旅程。我们来吧，好了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我今天选唱的歌是李谷一老师的《相恋》。他们点播《相恋》，大家欢迎。他唱的，你的声。相恋，电视片《三峡传说》的插曲，李谷一气声唱法的代表作，被誉为中国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。1979年，经李谷一首唱之后，随即引发社会讨论，毫无价值的流行歌曲、靡靡之音、黄色歌曲等批判接踵而至，一时间让李谷一饱受摧残，身心疲惫。直到1983年首届春晚，《相恋》才得以证明，《相恋》的解禁。标志着思想的解放和一个时代的进步，离乡之情溢于言表。踏上这漫漫长路，眼前的山水瞬间幻化成了心中的亲人，深情地回望家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只因深爱家乡这片多情的土地。你的一片深情，昨日虽消逝。分别难相逢，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。这首歌在那个时候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冒险，才可以让很多人听见。相恋这首歌我做了一尝试，跟我的自己的某一首作品融合起来，一起来表演。希望透过我这次表演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，其实经典的歌曲呢，是可以一直流行，一直流行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光良。今天我选这首歌是大家都很想去唱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是《相恋》。《相恋》是一首很有意义，它改变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后来，让我们这些后辈有更多的机会、更多的空间跟自由去创作。那我今天希望把《相恋》这首歌呢唱好，然后呢告诉大家说，其实经典是可以一直流行下去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《相恋》。声音，每一个
消失，分别难相逢，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你心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哦，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，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。哦，第一次你在我的胸口，24小时没有分开过。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。我的情怀中，哦哦，明天就要来临，却难得和你相逢。只有风啊，送去我的身。你看看，你把这些姑娘们搞得如痴如狂了，真的没有想到相恋居然可以和第一次这么紧紧的在一起啊。我觉得做音乐很奇妙，原来我选歌的时候，我一听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，后来跟老师讨论之后，后来发现说，哎，相恋跟第一次放在一起完全没有那一种时代隔膜，所以我觉得歌曲就是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，然后那种感觉很特别这样。李谷一老师，你喜欢光良刚才这样大胆的把两首歌结合在一起吗？我觉得首先我没想到你能把相恋这首歌感觉唱得这么好。
今天我也知道六位歌手都想唱《相恋》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流行歌曲的第一首，也是过去那个年代不让唱，只有改革开放，我们音乐人我们艺术家才能解放思想，大踏步的为祖国的文化艺术发展繁荣写出我们的作品出来。另外为你改编这首歌曲啊，很好听，也有他新的创意，反正我感觉到是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家里人父母他们听到，我想他们一定会感觉到很幸福。我想会的，很温情，很温情。那么希望你将来再多写这样的曲子，更多的曲子出现，因为看来大家很喜欢，祝贺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接下来只有两位，究竟是黑豹还是黄绮珊会首先登上舞台